还好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还好我眼明手快，长得帅，没有看到我这一身 IT 造型吗？有没有？我滑雪装备整个已经换起来了，这实在太方便了。Ice Ski 直接提供整套的雪具租借，而且他们雪具租借的店啊，雪物严选，就在汤泽车站走出来一分钟而已，非常的方便。而且你在台湾呢，就可以先申请线上付款，然后呢，全部都选好，来这边试穿就好。你这样是那个马里奥蘑菇哎、欸？啊？那如果你家境好，不想用租的，哎、欸，在台湾直接雪物严选，全部给他买起来。而且在那边租借雪具的话，他还会协助你呢，接驳车，就是从那个租赁店到饭店，然后到雪场的这个服务。所以我们刚刚接驳车直接搭来，好不好？紧张吗？怎么会？一翻一翻，全班第三。这次一样要请到很厉害的教练，来自于 Ice Ski 的黄黄教练，欢迎你。耶，大家好，黄黄教练，我是 Ice Ski 的教练黄黄。黄哥，耶、yeah ！今天你就是我大哥，没有问题。你们不是有考什么国际资格认证吗？没错，我们 Ice Ski 的教练都有国际的认证的证照，对，所以都是全中文，全中文的教学、啊，就会用最安全的动作跟指导，让大家循序渐进的成长。我们今天除了要滑雪成功以外，我们还要滑去那个有个玻璃屋。没错，没错。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先让大家熟悉一下雪场的环境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，就在石打完山。没错，就在上面。对，没错。好，太好了。啊，今天下雪。有关系吗？今天下雪的话，跌倒比较不会痛。谢谢。说到跌倒，我这次不用怕，因为我之前呢、啊，曾经就是有外景拍过滑雪，他们都要给我那个屁垫，嗯，没有一件我穿得下过。你们家厉害，六XL 的屁垫，我这有穿呢，我都没有办法让大家摸到。我不会帮你摸一下。对 对, 對，这个是我穿得下来，这个蛇丸来应该都可以、喔。哦，真的有。而且他们的雪具都是新的、欸，现在鞋子是新的。我们的雪具都是基本上都是全套都是全新的装备。太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就是上算私人教练课啊，其实还有。团体课，对，我们还有团体课，然后私人课跟雪上的 camp、哦、就是如果你是进阶的学生，我们有很多的类型风格你可以去感受体验的。然后、啊、我们是很努力的学生，我们在台湾 Ice Ski 就已经开始上课了。没错、啊、我们上过一堂大概从认识雪具讲完就结束下课，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来体验一下好不好？没错，开始哦，上缆车吧。对，好，所以持续压到让你的速度慢慢的停不下来，直接跪在地上看看，跪在地上。你刚刚其实做得很好，很少能像你这么稳定的啦。你是我遇过最强的学生。要开始喽！听说每一个学生都会听到这句话哦。这个人是靠自己在滑，这个人是靠自己在滑，不是靠地心引力。之前都是靠地心引力。找到乐趣了，懂得靠自己的意志滑下来，你会到乐趣在哪？真的耶。好，后面没人，后面只有我。好，好，稍微控一下速。好累，但是是不是已经有一点落叶飘的感觉了？算是落叶飘自由，但雪好痛。好不好？我们在这边滑雪场呢，这边就有三间餐厅，然后有比较 local food， 就是你如果真的是要赶快再去滑了，你就可以吃那比较 local 的，就是还有咖喱饭啊，然后猪排饭啊，就是很快速就可以吃的。但里面这边就是一间烧肉，
所以我们决定直接直上烧肉。OK， 我们终于等到我们的位置。我想说，我们一定要去吃和牛烧肉，我们这边就可以吃猪肉，因为它猪肉定时还不用1000块，900块日币而已。然后它就是一个猪肉一盘这样子，然后一满满满的饭。日本人最厉害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一点菜都不吃，还那么瘦。哇，什么拉西？它本身就有腌制过，对不对？哇，滑水很嫩，所以东西特别好吃嘛。这竟然会让我已经有到旭旭苑的感觉。因为你知道，因为它这本身的腌制，你有知道那种比较家常的烤肉店那种，就是那种用酱啊，甜甜的照烧酱，Teriyaki 的酱，然后直接这样腌的，所以我刚刚没有沾它的这个烤肉酱，直接吃味道就非常好。我看一下，我沾一下它的烤肉酱，看味道有没有不一样。哦，这是加强版，只赶快吃一吃好不好？上缆车走。有没有感受到，这就是我们刚刚开始就说的冰球屋啦。但今天的事件实在是有够差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照片很漂亮，现实不咋地。但是如果是天气好的话，像昨天的天气好，你们看拍出来就是这样子哦，多美，你看看。那我们今天真的因为下雪，所以呢雾茫茫的一片，但现在有开了，你还是可以看得到山下，欸，很漂亮，欸，那边对不对？很广阔，超美的。而且如果他说太阳有的话，对吧，这边是刚好是可以看得到夕阳，那真的会很漂亮，然后冰球屋就在那边。其实我们有订，但是他这边订的话要跟大家讲一下，他其实我们订的话是冰球屋的使用时间啊。你如果想要有餐点的话呢，要去旁边的咖啡厅，你要去那边买，然后再拿去玻璃球那边。等一下，我们叫外送，为什么外送员会那么厉害？你好，是我叫的外送，尿尿，外送来了。哎，五颗星好评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会再打小费给你，谢谢谢谢，记得要给我们打五颗星哈。那五颗从哪里滑下来的？我们另外一座山，另外一座山湾过来的，好厉害哦！哎呦呀，你们滑完了吗？今天滑怎么样？可以可以，我已经学会落叶飘，可以控制方向，赞赞的。萍姐，今天有被骗去黑线吗？为了要来找你们，路途超遥远。为了外送，对，外送，小费绝对给满，绝对给满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去吃啦，你们赶紧吃了，不收你们了，拜拜拜拜。其实现在看起来还是很爽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之前都很喜欢那种芬兰的那个冰屋，可以看极光。这个也是啊，只是没有极光而已。它可以点这边有一些小食物。这个篮子是那个店家提供的，还蛮有氛围感的，对不对？哇哦，可以，漂亮。哦，它是荷兰松饼，外面有点厚度，然后中间是薄薄一层，有点像没有加任何料的薄披萨那种。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，好不好？是因为他们这个快关门了，我们才不能滑的。但今天真的有够开心，谢谢我大黄哥，感谢，谢谢。你们表现得很棒，真的吗？真的太棒了，是我遇过最强的学生。然后这边还有很厉害的两位摄影师，很棒，谢谢。好，等一下，你刚说我是什么？史上最强的学生，他对每一个学员都会这样子讲，好不好？然后这次真的开心，然后在石塔文山，然后又有漂亮的地方，东西烧肉也非常好吃，然后听到他们清酒也很赞，所以来这边真的是非常棒。然后找 Ice Ski 哦，你人在台湾，他们就帮你全包了。这个请在我们的官网 follow 我们的 Ice Ski 粉丝俱乐部，没错，大家记得要去追踪一下，因为这种团刚开一定是最便宜的促销嘛，没错。好，我们的已经滑完雪，然后晚上呢，在汤泽这个附近呢，餐厅呢其实有很多选择，但最多的就是好吃的居酒屋。然后我后面这一间呢，就是他们非常推荐的千信居酒屋，泡完温泉还喝一杯啤酒，太爽了。然后里面有一个我非常想吃的东西，就是 TKG， 什么是 TKG？ 生鸡蛋拌饭。台湾不能吃生鸡蛋拌饭了，那吃了是不是要去住医院的？但是日本他们有特别的那个选的鸡蛋是生食级的。所以可以直接生鸡蛋，然后淋酱油拌那个饭，哇，太好吃，我太喜欢了。所以我们来给大家感受一下，好像摔了有点痛。
各位观众，朝思暮想的 TKG， 哎，生鸡蛋拌饭，这个多美啊！然后现在重点来了，就是酱油要给它淋。加热酱油超好吃，超美妙。因为我自己是那种酱料，吃火锅酱料会打生蛋黄的，所以就会直接这样吃，超好吃。阿卡提，哎呦，我的生蚝来了！来给它磕一下，哇，这生蚝也好大哦。然后这个是新蟹地鸡，就是新蟹他们这边自己啊所产的鸡肉，然后呢，他们就是用烤的跟煮的都会很好吃，而且直接吃的，看一下多厉害啊！哇，好吃，它皮好香哦，真的是新蟹很美味的鸡肉。还有点一些生鱼片等一下吃，然后来这边就是我说的，就是晚上就大家都是吃居酒屋，玩玩雪，泡温泉，居酒屋，然后喝啤酒，明天就可以继续再滑一天，是不是很爽？请问一下，我为什么手上会这么多饭？眼前的网友朋友，帮我看一下，这些是什么时候？来给他磕一下，哇，这生蚝也好大。来给他磕一下，哇，这生蚝也好大。什么时候啊？哇！怎么这么多米？没错啊，我们今天呢最后一站就要来到月后汤子。哎，它的这边是直接车站一到哦，旁边车站里面清酒博物馆有没有看到这老哥？好吧，阿俊也来拍过的这个地方，我觉得还是得要喝一下，因为这边的清酒实在非常厉害。这边呢是直接好不好？清酒扭蛋机 ，Let's go。这其实蛮简单的，就是你只要给他500块，他就会给你一个这么可爱的清酒杯，然后再加5枚金色硬币，就等于是1枚100块啦。100多少种？132种，很猛哎、欸！这全部都是扭蛋，但是他这边有排名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排名的部分。他说110是第一名，真的啊，110，而且你知道他多少钱吗？他只要100块，你再把它放进去，好不好？放进去，然后给他投。然后要按，好土炮哦，那小杯，29万，哇，哇，蛮顺的，它是果香味比较重的，然后甜口，所以喝进去的时候蛮舒服的，但不会到腻，过喉咙的时候也没有特别辣。好了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办法1到10名都给它喝起来。在这个节目的最后，必须还是要追一波了啦。那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，记得要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那如果要滑雪的话，汤泽的话，记得可以找 Ice Ski 哦，学到真的很多。拜拜。